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啊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啊，相信大家应该刚玩这个刺激战场的话，有些人应该还不知道，像那个标注那个我这里有物资是吧？这个怎么标记啊？啊，今天还要有一个女玩家是吧？女妹子带我玩，然后教我如何设置这个光标定点啊，就如何设置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们下面看一下她怎么说的啊。给你看，我这个定点还是陪男教我的这个。曾经都不懂得怎么弄，后面靠着他教我，就是把你的枪标，就是那个白色的枪标，就是那个红色的，那个你要定点的东西，它就能显示出来了。屏幕上面不是有你开枪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像是光标吧，那种十字形的那个东西啊，在屏幕中间。中间啊，中间的那个东西，让我丢两个手雷在这底下，然后你对准它，啊，就是草地这边的这个，然后你白色的对准它，这里就会。嗯，不是我这有物资。啊，这样。啊，天使。好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啊？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吧，就是中间那个白点瞄准器的那地方，只要瞄准地上的武器或者装备，然后你再点击聊天记录这边的聊天键啊，就是那个聊天内容里面的快捷语音啊，快捷语音就可以有那个显示我这里有物资啊，直接点击就可以了。这次还是靠这个他来教我，就是前面这个啊，穿绿衣服的这个妹子玩家教我的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现在我们下次再见。消失的。